喂，各位老友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刘大叔啊！今年80岁啦，我而家好中意饮饮食食啊，有时喺屋企煮两味啊咁样。而家我咧就多数都出去出边饮下茶，食下午餐，晚餐就比较少啲啦。我啊喜欢又平又靓，地方又优雅嘅餐馆去试食。今日咧，我带大家嚟到花城啊，有一间餐馆非常之嘅好，系点心啊，同埋嗰啲晏昼嗰啲餐啊，又靓，和气又够。嗱，以下咧，我就嚟呢度介绍俾各位睇下，如果喜欢，俾个 like 我啦。